行嘞，好，真侪。啊，秘书长啊，咱张参议长嘛，伫遮啊，各州的州长，各所在咱的干部以及遮新一届即个学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头先听秘书长讲尾仔即段，大家有感受到咱台湾人的悲情无？实在是台湾人真苦惨。伊讲啊，伊写迄个车信啊，目屎迄个袂煞。我即两天有时间，因为咱国语班的时有一寡中华的朋友，讲要托我写的册去看，啊，要寄回伊时阵，我就甲我的序言去看一届。我看我迄本《桃源去啦》迄本册，200通呀，娘娘。我回想我咧写迄本册的时阵，嘛是哪写，哪咧目屎。写了你照稿的时阵，嘛按头到尾，咧目屎。我感觉咱足无奈，伫即款中华民国这体制压制之下，咱台湾人足无奈。特别咱本土台湾人，老老实实的本土台湾人，你若是愿意做国民党的走狗，你若去做鸟爸啊，你若愿意去替伊吼做伊的代志，维护中华民国流亡难民的利益的人，拢共款甲因吃香喝辣，对啊。其他的人，咱靠骨气咧，无爱甲因配合，无爱甲因合作，无爱讲因的好话，你甲伊批评的，绝对甲你拍落十八层的地狱内底，甲你压制，甲你剥削，互你无法度超生。台湾人有够悲惨无？实在有够悲惨。所以重新看一本册，我感慨良深啊。咱当然做牛做马，做奴隶，谁人哪呢？因咱的先贤，咱的先人过去，咱的前辈，拢无啊拜五所讲的曼德拉迄款的精神，无采咱20栋本土台湾人来领导这个台湾这个所在，无法度改变度，无法度改变度。即摆好佳哉，咱好佳哉，咱即摆有咱民政府，有咱秘书长提出法理论述出来，咱即个法理论述要来反思咱本土台湾人迄个真久以来去互伊蒙骗，失去家己对家己本身历史的了解，甲家己本身权益这个争取的一个性，首先咱要来唤醒民众，父母一个咱本土大人拢会当觉醒、觉悟，觉醒就讲，原来我才是台湾的主人，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，我当代志拢无爱甲伊配合，只要每一个人拢觉醒，无爱甲伊配合，无爱参加伊的选举。由流亡难民去选举流亡政府的这个领导的时阵啊，伊就倒落去啊。当然，这款的做法，咱会拖足是时间。但咱秘书长足聪明的，足有智慧的。伊讲这都要去告美国政府，拍蛇都要拍下头。今日流亡政府、流亡难民在这个所在。站在我们的头顶放屎放尿，不是他外交，是因为美国在后面在他站，美国的政客得到流氓政府的贿赂，那像他的国会议员跟他的政治人物在选举的时候，他开很多钱去支持，甚至学者用很多钱给他做计划做研究，然后你说中华民国多好多好，中华民国外民主都不要外民主，
叫我们骗咱台湾人，叫我们骗所有的国际人士，互咱无多超生。所以啊，咱秘书长毅然决然，冲破所有的困难，找钱去顶报纸的《Washington Post》。在2005年9月20日，就咧指责你美国政府、甲美国国会，你们在干嘛的？你们在做恁做啥代志 ？What are you doing？ 你所做的是乱来。你甲指责过去，但遐一台湾人，遐一号称伟大的台湾人，真搞的台湾人，无一个有这個勇气，无一个有这见识。咱首先由何瑞元何顾问。甲林秘书长顶部做啊，甲讲恁咧创虾米啊？恁安尼甲乱舞啊？甲我台湾人基本人权放伫涂骹搭？恁唔对，恁不对，恁不义。然后刷落去，经过一冬的准备，伫2006年10月24日，足勇敢的，提出对美国政府的告诉。在地方法院修行，咱就已经有胜算的机会。地方法院判我讲，台湾人无国籍，这句话要延伸下去，就讲中华民国国籍不是你本土台湾人国籍。但是已经几冬啊，2008年到这阵子已经过四冬啊，是干那少数的台湾人有这个了解，会接受这款论述，接受这款的人的暮鼓晨钟。各位嘛是其中的之一，所以恁来这个所在受训。姐姐当然，个真要你怀疑，讲有影无？哦，跑啊无？等到2009年4月7日，高等法院的判决很具体，更具体的说，台湾人无国籍，中华民国不是本土台湾人国籍，台湾人无政府，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本土台湾人的政府诶。无台湾人无国际共同承认的政府啊！台湾人长期以来生活伫政治联合中间，哦，这足主要的判决文，现实是咱甲讲出来的时，嘛是要有人讲，敢有影，敢有可能，恁的努力敢有可能实现？所以啊，你看台湾人去予国民党的洗脑教育骗甲牛牛牛，骗甲甲即摆，也无多了解讲咱的权力伫倒位。咱的权力伫倒位，嘛唔知影咱的过去的历史，事实的历史是安怎？虽在国民党的媒体，甲咱骗来骗去；国民党学者，甲咱过来过去。所以，姐姐这台湾人的悲哀，变作咱所有在座各位肩胛头的责任啊！所以啊，我足佩服各位。不要各位安怎千里迢迢来到这个所在，家己掏腰包出钱来这个所在听三天的课程。这三天课程嘛是真辛苦，特别是从对8点开始上课，上到三暝9点半10点，啊，就搁在啥座谈的吼，座谈有当时到10点半哦。哦，啊，今仔天即摆天气要较凉快哦。哦，进前阮。第一届时呐，夭寿6度5度啦，半暝啊吼，困咧柴温床吼，啊被无搞咧薄薄啊，家己扎迄个睡袋来吼，都困未去啦，啊个弄空间吼，哦，我困迄间的时呐，足济迄款，拢安尼咣咣叫吼，啊都咧寒吼，迄冷风冷意是对窗口安尼吹入来，对北方，我迄阵困这边。北风一直吹过来吼，我都寒到咧都咧困袂去，个两三个人啊，寒寒个吼，吼我是啊，足忝哦，困袂去，规暗拢无困啦，规暗拢无困。好在在我第二暗的时喏，找伫2楼的3楼迄中间一间吼，拢无窗仔门，哦，我找一个咱当时哦，同齐去遐有伴，两个人伫遐对遐困，第二暗才较好困安尼。啊，你看这个情形啦。迄是寒天真寒，甲热天的时阵哦，无冷气呢，热屁屁。啊，老实讲哦，阮伫遮演讲哦，都爱穿安尼呢。各位想看嘛，恁伫遐坐吼，都咧流汗，我搁伫遮咧演讲。演讲是上面要讲，要表演呢，要演呢，
要演又要讲先，这出这个来的先，要用力呢，用力的心都赶就流出来呢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单讲为了讲下台先哦，要收啊，内衫哦，内衫甲外衫甲真个西装拢澹去啊，拢澹去啊，嘿，足辛苦的。但是我吼、哦，伫这本册，我有一本册最近要出版呢，那本册叫《觉醒台湾的自治与建国》。我写这本册，我讲吼、哦。咱就是寒嘛，坐在忍耐；热嘛，坐在忍耐。咱就透过这个忍耐来锻炼咱民政府的意志。这个意志就是讲哦，无把中华民国赶走，誓不甘休。但是呢，这个工课哦，虽然讲秘书长讲一当两当，但咱准备啥？爱五当十当。甚至十当一当，知道？因为有当时啊，咱有足些风险的，所以除了安尼，先咱讲接政权可能一当两当，但是要甲台湾建立成做一个先进的国家，还阁三十当五十当。我想讲，我当到六十七岁啊吼，上加阁过五当，吼，或者讲华工身体用，做我七十五岁，我不得告老还乡去做田。所以哦，要安那个台湾建立变作一个先进的国家，像瑞士安尼，像纽西兰安尼，咱一定爱三十担到五十担，一定要有后续人才，哦，爱有人刷落去，哦，我啥秘书长拢死了，哎、欸，要一笔精英出来，要一笔精英出来，过当做二十担、三十担，还是讲十担，哦，二十担，然后过另外少年呢，我即摆着五十岁左右的起来做十担、二十担。过有是三十岁左右，过出来做二十当三十当，过有十几岁诶！不要笑，咱有十几岁来遮上课呢。哦，迄、那个唱歌，迄、那个当叫啥物名？又喜文，喜文才高一个就来啊呢，高一的学生就来啊呢。啊，咱冇小学六年级来遮上课啊呢。哦，政治人迄儿子讲小学六年级哦，长得好像初中生一样，国中生一样。咱有十几岁，二十出头岁呢。啊、我头先很奇怪，咱二月、三月先哦，有一支吼、哦，有一支高级班的呢，三个大学生来呢，大二、大三呐、啊，大二学生看咱网站，讲有这是对的，啊，唔敢甲因老爸老母讲呢，因为惊伊摕无钱啊，一万块呢，讲去拍工啦，啊，讲去做拍工的时候赚的钱，讲摕一万块吼、哦，来这上课啦，哎呦，因讲伊是大学生呢，第二天的暗时啊，你讲伊大二学生呢，哦，啊，找同学拢来呢。我听一个足甘心的讲，咱伫第三天的时候讲，安尼我们发放奖学金，还他五千块，还伊五千块，发五千块的奖金，迄天都有三个大学生，但三个大学生初级班参加了，过来参加高级班呢，啊，其中两个是拍工来的呢，啊，你有看有甘心嘛无啦？所以这款情形，咱这款的人才，咱拢爱甲培养，吼、哦，伊即个大学毕业一定来甲咱报道。咱来甲培养这个栽培，回做咱的建国的种子，一代传一代，延续了六十代的时候，咱就甲中国赛，弄个不走，甲中国猪的坏习惯、垃圾想，弄个清除，啊，咱台湾就变作清清气气，咱的政治正常发展，咱的经济正常发展，咱的社会文化。拢是绝对的，绝对超过中国文化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所以讲好的时阵啊，各位要跟我同款，有这個、有足大的、将真大的这个志气，就是讲要甲民政府的目标一肩挑，吼、哦，一肩挑起来，每一个人啊，这个想法，大家同心，大家同心同款的这个思考，讲无甲中华民国赶走。我唔甘愿，死唔愿刻薄，吼、哦！要甲台湾建设做一个先进国家，我嘛唔甘愿，唔愿刻薄。那安尼，咱就成功啊！啊，这款意志的养成，唔是遐简单的。我希望各位同心，今日结束以后，每一个人本来是学员，即摆结束了、结训了，就变成民政府的同心、民政府的基本干部，咱这就是干部训练营。每一个干部拢爱甲自己强化各方面的能力，什么能力？你首先对法理论述爱清楚。咱法理论述上面就是
唤起咱本土台湾人的觉醒、甲意识。另外，就是要用这个物件，要去告美国，然后要牵日本，由美国甲日本来甲咱协助达成咱的目标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咱的目标就是啥？要来终结台湾人的悲情。假使那个中华民国赶走，但咱内部战乱，无都建设好学生，哦，嘛不一定好呢。所以咱应该好好建设台湾，把这个所在当作咱哦，行行顺顺，要伫只生存甲发展的所在。所以一定把这个所在变作一个乐园，变成乐园，好每一个人拢乐意到这个所在生存甲发展。啊，若安尼先，这个建设建构的过程是一个真长的路，每一个人拢爱学习，变来去做一个啥行政官，哦，行政官唔是一天两天会当养成的。咱这基本律师伫这个所在以后，离开咱这个办公室，离开咱这个水业园以后，各位咱的同心一定要不断的自修啊！哦，伊咧训练家己做些啥，做些领导者。咱要进行改革的时，爱需要足济足济领导者。咱你刚讲起，讲干啦，同关的国小、国中小吼，都差不多400个啊呢。国中小的校长都400个，这拢爱换。全台湾现出是24个，咱讲传统的单位有24个县市啊，哦，23个县市啊，23个县市，一个县市生400个，话较大是500个来讲，都将近一万人呢。所以咱训练4000人是绝对无够的，咱咧不断的训练，哦，啊，像即款的政务官，哦，政务官职的，咱是欠足济，所以啊，初级班以后咱无够，还要高级班训练。啊，高级班训练以后，嘛真正无，嘛不一定有够呢。安尼讲，你若一旦接管这个行政职的时，行政主管的时啊，你爱所在足济，拢爱是专业的。那像我专业是财政，啊，首先我着做足济研究啊。哦，本来讲叫我去做财政局长，我嘛无信心呢，我着毋捌做过官，要安尼做官，嘛惊呢，嘛担心呢。但我若去接财政局长，毋知做会起无？欸，但是行政职哦。当我接任这个财政局长的时阵啊，差不多三天，我就讲哇，啊，就对我就足简单嘞，因为我拢足熟手的。迄名词我拢看有，哦，名词以外相关的政治甲经济的关系，我嘛看有，哦，因为我过去对李登辉对故，啊，写足侪相关的文章，所以三天我讲，哎，真简单嘛，无啥困难。当然，这内底爱加上你的领导能力，领导能力平常嘛爱培养。哦，这个努力呢，我准备去做局长的时候，我来去看有关这方面的书。这方面是讲啥呢？讲哦，你若做一个主管，你要教你的部属要安怎做。哦，然后看伊安怎做，第二阶段看伊安怎做，看伊安怎做，袂使做唔对呀。啊，不管你做对做唔对，啊，做对，哦，你嘛爱甲学路，做对嘛爱学路。但做唔对，爱甲学路了，才讲诶，你倒一个所在可能爱做一个改进。哦，所以领导者是爱。对你的部属循循善诱，哦，这是足重要的一个步骤，哦，啊，然后爱对你的部属有一个正向思考的能量，发挥你的正向思考的能量，袂使讲拄着挫折的时，你就家己先家己气馁，你家己气馁的时，你的部属嘛感觉气馁，你无法度做代志。特别是咱伫这个阶段，你看秘书长大概拢予咱啥足正面的，而这款呢？一扫，我讲两档哦，一档哦，火啊！咱就那想，我们也真的是胜利在望啊，所以咱就精神都拢来啊。哦，你若讲一档，哦，大家拢拼命的鼓掌，就是讲啊，大家讲足欢喜的。伊但是你欢喜的时，我就烦恼。我烦恼啥呢？烦恼真正一档的啥接政权的时呢？咱欠人才，咱欠什么人才？太济人才。你讲国保会首长，哦，然后爱个训练，过来。财经方面，咱足欠的。你讲要找一个中央银行总裁，要找谁？大哥，你有法度无？刘医师，你有法度做中央银行总裁无？无法度，你有法度无？你有法度无？你有，好赞！大家给他鼓掌一下。伊讲有，好，你读什么？我不是读财经。我安尼好，读英语嘛，像你这，你读财经，你足紧就上手啊。有问题再找我，我册拢互你看，吼、哦，拢送你看，文章拢送你看，吼、哦，差不多
七百篇啊，八百篇的短文。啊，过来本册，加六本册，啊，你看看就差不多啊。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各位个看嘛，咱每一个人锻炼家己有行政管理的能力。你本身找你的专业伫倒位，你趣味伫倒位，你感到兴趣的问题是啥物？有人讲，我对教育足趣味；有人讲，我对这个环保足趣味；有人讲，我对这个医药管理足趣味。哦，无要紧，逐项拢好，因为吼、哦，这个甲基层的民众有关系代志多如牛毛。你家己若感趣味的，吼、哦，你就去甲认真个学习，去甲认真个研究，究竟现处时有啥物缺点？我们将来执行了，要安怎去改进？这拢是咱的工课。特别为个咱直接同心吼，因为咱即摆中央已经足济人已经即位置暂时拢满，啊，你来对基层做起，做啥？做市长，吼、哦，做郡守，吼、哦，甚至市长、郡守拢了，因为咱只319乡镇市啊，吼、哦，然后咱都要做船长，对船长、里长做起。船长、里长做起，咱嘛爱研究讲，要安那我做船长、做里长的时阵，伫无钱的情形之下，要做有代志，这就是你的问题了。啊，你都要去解决。无钱要安那变有钱，无钱要安那筹备你的经费。哦，啊，当然，咱民政府起来了，绝对袂讲无钱。啊，可能你需要对这个船里的建设、基层的建设、水沟啦、吼、哦、道路啦、吼、哦，还是讲这个休憩场所啦、吼、哦、小公园啦。一年可能要100万，但民政府只会当给你50万，你另外50万要安怎来？你要利用社会资源，吼、哦！你社会资源，也是讲利用你的领导的魅力，你会当去找一挂人来给你，哦，捐助，安尼就有法度完成你的工课。类似安尼，这拢爱行政管理的能力，吼、哦！过来，我嘛希望任何咱的中心伫这个所在，爱开始训练家己的政治演讲的能力，政治演说。咱今年年头办三期政治演讲，伫只实练，真正人徛起来，伫台下，哦，讲我吹到全身破，哦，伊讲我伫外口咧，甲人讲咧，拢讲几点钟、一点钟、两点钟拢无问题。但徛起来，甲这面顶先哦，叫伊讲五分钟哦，讲一半讲唔知影要安怎讲落啊，讲啊一半说无多刷落去，叫伊讲法理论述。啊，咱咧训练时呢，咱这抓新闻内底足侪题目，50-60个题目哦，啊，然后。第一题，咱就照白嘛吼。第一题起来抽一个签，三分钟起来讲话，抽签了三分钟起来讲话。当伊起来讲话，第二只去抽签，当这个落台，第二起来讲话，第二起来讲话先，换第三下去抽签。啊，抽签了看这个题目，啊，落去听第四个讲话，啊，然后第二落去第三下起来讲话。这是咱的政治演讲的训练。啊，政治演讲，是啦，咱需要政治演讲，因为咱政府。当咱来接手的时，咱都要去甲民众说服、说明甲说服。现此时，咱还未得到政权以前，咱嘛要甲所有本土台湾人，拢去甲伊说明咱民政府在创啥，咱民政府是安怎成立民政府，咱民政府目标伫倒位，啊，咱要安怎达成这个目标，拢去说明跟沟通。当你做着政权的时，你要做改革的时，你要去甲当事人、相关关系人去说明跟沟通。这种爱也要演讲，也要沟通，也要讲话，也要做充分的意思表达。啊，这款能力一定要平常都要训练。唔能讲哦，我若当时我做馆长，做馆首，我才来学未赴啊。当时做州长才来学，嘛未赴啊。所以平常时都要养成家己各种的能力。我一个同学伫遮，伊嘛知影讲我大学时阵，我嘛是内害羞，无啥要讲话，唔敢发言，哦，唔敢公开起来讲啥物话。但我伫30几岁时，感觉讲我只有缺点，所以我来去学啥？学口才训练班，初级班3个月，高级班3个月，然后6个月以后去老师遐上4年的课，4档的，哦，2001年讲要出来选立委，我得到一个高人甲指点指导，讲要安怎去进行政治演讲，有半年的中间，逐礼拜礼拜六，规工拢伫遐咧。演练我的政治演说是安尼出来呢。当我也要讲的时候，我讲了出鸟全身破的时候，我自信心就有啊，就有自信了。从我过去所有的物件甲知识融入我的政治演说的时候，我就天花乱坠，按东讲啊西，按西讲东，西东按南讲啊北，按北讲啊南。一旦上台，
你不要说两点钟没问题、哦、我可以一篇讲稿讲五分钟，也可以讲十五分钟，也可以讲半个钟头，也可以讲一个钟头，也可以讲两个钟头、哦、所以平常都要读书，平常都要不断利用时间跟人沟通、哦、跟谁沟通不一定跟上面、啊、很多地方我们去跟什么劳工跟农民学习点头点头之类哦，就当了解这附近这口味啊，有啥物问题？哦，恁五妈安怎？哦，这争来争头争尾，大家想法安怎？哦，代志要安怎做？这个无形中，咱就当增加足些知识。啊，伫这所在，咱一方面亲近民意，一方面咱去找问题出来，一方面咱去找着问题中间，咱来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安尼咱就进步。所以啊，咱要达成咱的目标。就是我们要把中华民国对台湾给挂出去，这个工作可以说平常时就要准备，一旦发生我们就要建设我们这个地方，这样是有这个心理准备，有这个充分的实际的准备，我们到时我们就不会张皇、哦哦、慌张失措、哦、每样事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来进行我们的改革。今天有一个同心跟他们说，诶，假设呢，这条政权，哦，政权交给我们，咱初期要做啥代志，有研究无？我甲大家报告，对去年以来，哦，每一个拜六，会知我若无课的时，我就参秘书长、参教务长、啊参参议长，就坐伫楼卡一讨论，我有应做就是记录，哦，啊平常时啊，我参咱何军、何志远、何军，嘛拢有咧讨论这问题。哦，有当时也会甲讲，财经改革要安怎做？这个财政的改革要安怎做？经济改革要安怎做？哦，啊，我因为过去写足侪文章，我来调看，讲你也看我过去写的物件有符合咱改革的需要无？哦，啊，这内底就足侪真深奥的秘，哦，各位若有趣味，会当甲赵哲辉讨我的文章，会当甲赵哲辉讨我两本册，我看两本册是两本册较 popular， 较一般性的，基本就是2003年出版的《桃园去来》，哦。哎，2001年出版的《桃园去来》，另外一本是2003年出版的《走过台湾50年》，行过台湾50冬，这两本拢伫2011年有再版，但再版并无用纸本的出版，是伫一个网络书店出版。我即个发现讲，各位若有需要，我应该提供各位来看这個、看这个这两本册，因为行政官僚，我一本《桃园去来》啊，煞变成啥？公共行政学系热门的读物，特别是研究生一定要读的书，可以用那本书可以提供就是行政管理管理家的这个参考啊呢。啊，这本书啊，另外我讲那本桃园去来已经绝版了呢吼，这那个市面上改成买无，各位若有趣味，可以去台大法学院的有一间册店，遐可能要有存货，啊个。啊，个这个台大古校，迄台大校门口呀，有一个出版社，伫地下室的一个迄个书店啊，可能还有版本。啊，以外我手底拢无啊。啊，基本就是《走过台湾50年》，内底讲足济，后边段拢咧讲李登辉执政以后以来的这个政治斗争等等。啊，但是这本了无够详细，我伫再版的时，2010年再版的时。都有說得比較詳細，可以讓大家做參考。不管怎樣，我們會去我們的目標，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終結台灣的悲情，要終結台灣的悲情，就是要把中華民國趕離開台灣，把中國文化徹底對我們台灣人的腦海裡面清除、哦啊、要達到這個目標，我們大家一定要大家一起來共同努力。最後我相信我們一定成功、哦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照顾身体，照顾好哦。啊，有闲就是读书，增加你的知识，啊去研究周边、身边有可能发生的问题。啊，将来有一天来为咱民政府出力，为咱本土台湾人哦，的远大的目标，建设美丽的台湾、美丽的故乡来努力。多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起立。今日
咱要离开的。